哎，进阶超级豪华版哦，什么？这个叫做圣灯队哈，不是神灯，是圣灯哦。难得一生好神，大家看到这个队伍有没有就哇靠，原来可以这样编哦？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说要跟高手之间要互相交流啊啊，高手高手，有没有？哎，马上把我昨天那一队进化成到另外一个档次了，哎，开玩笑嘞啊啊，没胡乱吧？我从来没胡乱过，我问观众有没有以挡败？这个水准不是以挡败了。应该是有万夫莫敌了，因为只有他讲出来而已。对，只有他 only you。哎，他不觉得我跟他有激情啊？紧急的时候没有五倍，自己转啊，双数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转错了。我没有差，转错我还是有倍率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我要速度哎、欸，没神灯没大圣，只能八圣或九圣。对啊，八圣或九圣也可以啊，善用手中卡牌发挥最大的效益啊。上打圣八哦，现在是圣灯哦。对啊，这一队漂亮哎、欸。啊，哦，好搞仔，我刚才你空转。空转马上死！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，我最喜欢跟高手做朋友？我觉得不会嫉妒啊。嫉妒是永远都是拿人类退步的开始啊，因为你没能力才会去嫉妒别人啊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他凭什么？我也可以啊。很抱歉，现实告诉你，你就是不可以，因为当你有这样念头的时候，就是错误的开始了。魔力龟龟啊，玄冥凛凛啊，一波带走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一二两 combo 嘛，两 combo 嘛齁，上面那个我就用叠住的好了，这个用叠的，哎、欸，没叠到是吧？你管我，我不用叠就十 combo 啦。破防，不跟他啰嗦，你跟他啰嗦太浪费时间了。爆发够吗？所以你没有看我昨天的节目，我昨天那一队都过了，这一队怎么可能没有？怎么可能不过？被人削到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昨天没有跟到吧？那个是谁啊？应该昨天没跟到吧？哎、欸、，Eric 应该昨天没有跟到。有观众已经替我回答，绝对够，当然够啦。但打法跟我一样哦，跟我不一样，我不知道。文字真的烦。
啊，为什么撞了血？我血多不行啊，奇怪了。神灯不可以乱开哦，记得哦。因为打他还不太痛啊，所以我就不太省那个技能去打他。当然，你技术好，可以做两边直排去削也 OK， 我觉得都 OK。看个人喜好哦。因为我只削左边那一排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哦，珠子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，有没有？单数也应该够，因为我昨天就用单数的倍率啊，巴比伦啊。整板消哈，好，现在过了，他没过我就头痛了。双数哦。15下，等于我神力大概打9下吧。今天塞三路增伤，对啊，比较快啊。又快又稳啊，各位。Ooh.
可以看到我打的节奏还蛮悠哉的啦，对啊，因为基本上这种局不是地运当当天我打的，通常都是我平常玩，可能就是这样玩的，就悠哉悠哉玩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这样，像干爹里面就有人提到啊，说什么有关梦界物语的事啊，我跟哥报告，你觉得好玩就去玩，不要玩游戏玩到累，你知道吗？玩游戏就是要开心玩的，如果玩到让你觉得很累，那你就休息一下嘛。没有神地可以其他可以取啊，就真伤卡片啊。你看我的倍率吧，大概可以估一下。倍率越高的越好。我刚本来想要试另外一队啦，我直接跟各位报告要用哪一支。来，不行，配神灯就不能用那一支。应该也是可，对啊，配神地就不用那一只。我本来想要示范另外一队的啦，就是脚里没神地的队伍啦。但是因为配神灯之后就可以取代掉我刚刚讲的那个队伍了，因为他常驻五倍啊，懂吗？哦，真伤越高越好，你看观众都知道，有没有看到这边的观众以一当百啊？啊，有些真是会强到会让我哈，会让我不寒而栗啊！我靠！既然这世界上还有人能够跟我一样强啊，不是、啊，既然还有人这么强啊！哦耶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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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你看一下没神地好不好？我让你看一下没神地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没神地啊？没神地吧？没有吧？注意看喽。没神地，你说假如没神地嘛，我就当他今天这张卡他妈没有练技能，好不好？一康，算了，随便，不行，不能随便，一定要露一手的。这几康啊，1、2、3、4，4康，刚刚好，看一下打一下多少。100、100、1000、100,000，100多万，没开神地，100多万，6只，600多万，尾王1300万，你只要一个两倍增伤带走 ，OK 吧 ？OK 吧 ？OK 吧？没问题吧？600多万大概啊，乘2嘛。如果没死哦，加个龙科好不好？加个龙科，这样 OK 吧？我直接示范倍率给你看的啦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没不难了。小怪开大很浪费哦，因为下一关重置，所以没差了。一只109万是不是 ？OK， 谢谢。来，大概算一下哦，109×6，假设你那个增长卡是两倍，再加上龙科1.5倍好了，1962万。OK 啊，增长卡假如是两倍的话。因为他有神灯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示范另外一只了。因为没神灯，我本来想要弄另外一队，但是这一队真的很棒啊！叶红提供神灯的卡牌啊，跟哥报告啦，高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，重点是什么？愿意分享的高手才是真的了不起啊！我佩服这种人啊，乐于分享的人啊，我最佩服了。我是说各位。不要断章取义哈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们应该没说错吧？神地只是啪啪啪的。因为神地还是有风险，因为他如果追打次数并没有那么理想的话，你有些时候你想一想，我搞不好用真伤了还比较好啊。梦界培育系统啊，跟各位报告，梦界这种玩法类型是蛮适合那个怎么讲，对游戏的观念跟看法比较有的人，战术型的那种玩家很适合。
哎，你手肘这样抽筋啊，抽筋，手肘抽筋再转，哎，因为他需要研究，他需要研究，哎，我要怎么配啊？那张卡牌才会强，哎，然后你的三尾只要漂亮，对不对哈？就是 UR 的卡片练出来的就会强，哦。一瓦高的练起来就强，所以变成 你的 focus 是在卡片，你知道吗？你的 focus 在卡片身上啊。哦，这时候偶尔破一下防哦，昨天有示范过了哈、哦。我记得开两只应该还 OK 了哈、哦。哈哈，五康波，我故意的，怕威力太大，试一下威力而已。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故意的，六康波就带走了，各位。啊，不小心了。对啊，是不小心的，不然我就哭哭了，是不是？不会啦，不会哭哭了，我在试水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时候试水温？五 combo 开大圣加开神灯，我大概打200多万，大概200万，这样了解吗？下一关有900万，所以我可以开一波。我在测这个，你真理我他你也认真了、啊、哈。这边就一波带走啦，这边几 combo 不重要了哈，因为都是带走了。什么二十几万嘛 ，OK 啦，一波撸过去。一 combo， 这个 combo 会不会影响到哈？不要太大力就好了，应该刚好了。哎、欸，不刚好、欸，超级弱的。梦界太复杂、哦，它其实不是复杂，它着重观念，它其实真的不复杂，因为我在讲解，你可能都快睡着了。可是它的确它是要观念的，它是要需要观念的一个游戏，我认为是好玩的、啊，可是不一定大家喜欢看的、啊，很实际的一件事哦。对，因为看的人可能会啊帮助睡眠，哎、欸，没错啦，这是重点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它在养成你的卡片呢、啊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啊，这种就是玩战略型的，就好像你玩那个什么，那个游戏王，哦，那种卡牌的游戏那一种的卡牌战斗，它需要战略跟策略的，所以它 不太需要什么练什么卡片什么的。啊，你真的要练，它就是你的 UR 或者 SR 的卡片只要够强，你的卡片只要够强，练出来都很强。不喜欢再重练，不喜欢再重练，就这样而已。我看看吧，因为昨天有个观众，他有送我一张那个伊娃的账号啦，我开出来了，练起来还真的是蛮强的。就是你没有伊娃就差很多了。他第一下打你6000，为什么？你坏掉了哦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戴木屋啊？啊，打6000那位啊？你是不是戴木屋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平民百姓神预测是不是？是不是苦肉肉？你是不是在摸？睡不着可以看昨天 VOD。岸北奥丁黑帝是快乐王子，按90岸北可以解全程参考。OK OK， 谢谢各位提供的队伍啊。因为我这样子有没有四康宝，我就常驻已经五倍了，打下去就会痛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快乐王子真的很好用，我必须讲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万夫莫敌？有啦，没有人提出来，只有他提出来，这就是分享，知道吗？光神啊，我现在光神成就啊，神灯倍率不是看手脚，天降也算。天降也算。那你讲对是在讲哪一句啊？我看不太懂。神灯天降也算了，那算了，那就碰碰运气吧。
可以带走，不行，一半再来带比较安全。跟各位报告啊，像因为神帝这种角色，他是吃有一点点运气的，所以你既然要碰运气，就稳一点，血一半以下再来给他 KO。哦，听我的，准没错哦，准没错。哎，错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七大死因是错在哪里。哈，看最后系数啊，那算了，那就随便转吧。如果是看系数，就随便转的。不过这队的好处是在哪边？就是我常驻的啦，我常驻倍率有时候会五倍，有时候三倍啦，所以我会快一点。他们卡在讲诶，还要装个领巾啊呢，免得只追打两下、三下了，最少不是三下，三到十下嘛，我没记错啊。开车中，哦，那你可以好好开车吗？你想上新闻啊？啊？啊？应看平民百姓实况台。然后很兴奋的，对，很兴奋的这个啊，靠，我不知道讲什么哎，因为有些话不要乱讲。哎，不要开车看实况，你可以听是 OK。那听到关键的时候，你也，我是觉得不要听啊，不要听好了。对你安全到家再舒舒服服的看嘛，这样我也开台开着安心嘛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快乐王子被打成 OB， 他的神灯不是快乐王子，看起来很像，是不是？圣打也可以啊，圣打也可以啊。昨天有讲啊，只是我故意用那个什么，那个这一队的，不然，哎、欸，是圣打，哦。圣打也可以啦，只是我要解全真就了，一半以上哦，一半以下了，不是以上，因为吃天降的话，那个倍率你只能看三倍了，会有点小小的风险哦。哇，失手。开车不能刷，当然不能刷一波气啊！三到十下，对啊。会不会变神帝？不会飘飘飘，没关系啊！我整队都开下去，我不怕他不飘啊！我现在怕开这个威力太大了，所以我现在在抓我的力道啊，不要过头。那、啊、过头，我等一下哭。都白打了。打大胜队哦，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个程度的耐性啊。说实在话，没耐性很容易就 GG 了。等下尾王那个才是真的拖台前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现在有这一队的话，我两只可以转租的，所以还蛮 OK 的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哦，其实我有些时候跟你们玩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像刚才歪叶讲的这种东西，欸，因为这种东西是好东西，要跟好朋友分享的一个概念，愿意分享，而且有点让我 shock 到的不多啊，不多啊，他是一个，他是其中一位啊。火转暗是不是？火转了 ，OK。完，常驻状态，好，大声就不要开了，记得啊。
不浪费各位时间了，本来想要叠族谱的哈，算了。天降一六 combo 啊！卡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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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链灵通枪枪桶，铁链灵通枪枪桶。小许手在线的，精神怎么那么好？嗯，我精神有不好吗？精神好一点，看起来才那个、啊、比较那个，精神好是好现象。应该问题是问说为什么开采可以开这么晚，精神那么好没有？因为开采的时候会特别兴奋啊。就像吸了啊白粉一样，开采的时候，对啊，正所谓开台一条龙，哎，关台一条虫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讲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看台的时候精神特别好，然后关台的时候就整个神道倒啊？注意敌人血量，有，我有注意到，谢谢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观众会提醒我哎。他都知道哪里有问题了，对，他知道刚刚可能快要有问题了。喝太多咖啡，吃点屎吧。这个龙科很好用，是不是？这个龙科一定要打一颗啊！我昨天有特别强力建议各位啊，你看连我们观众都觉得好用了，没胡乱嘛，对不对？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啊，略同略同啊。要浪费时间啊，平板性速度啊，速度啊！哦，破防啊！开采看什么观众最嗨？老马给的队伍算吃的石头，放最嗨解到了。对，重点是有过关。嘿，用什么方法 ？CP 值最高的方法。嗯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没有强化腐蚀。开两只哦，试一下水温哦，各位。停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停。哦耶！阿尼阿维，有点痛哦。试水温的时候不要开太多只哦，记得哦。像我刚刚没有开很多只，就是一个明智之举啊。那颗肯定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算了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可以开这个，但是不要开神灯哦。我抓过力道了 ，OK 的 ，OK 的。尤其我现在有两只啊，各位，我两只啊。哎，刚那个没转到，在干什么的？干什么东西的？靠背啊，整片都是哦！天降救了一个，好像刚好天降救到哈、哦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时候最屎尿就是这时候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要转的条件太多了。你要转五个光符石，又要消四个风化符石，然后又要补血，补血啊！记得补血是关键哦，记得哦。
哦，不过因为我有两只，所以不太怕补血的问题会不够的问题啊。嗯，又来了。哎，没有珠子，这个肯定要风化了。血哦，记得哦，血哦。又来了，又一颗，他在搞我哎！血哈，记得血要够就可以了。挖的够就够了，挖的够就可以了。你们好像很稳，光城就最难，所以用这个、啊。魔队这一关真是噩梦，七八成时间都耗在这里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、啊、都耗在这里。而且你一个不小心啊，你在顾着转，没有去看珠子有缺，你知道吗？也是哭哭啊。尤其是新珠啦，这样讲最简单了。我觉得可以转一只就好了，因为威力太大，这只神灯比另外一只神灯强太多了，威力太高，一次会灌过去，所以我这时候我就开始磨了。就是你要这样试水温，不要一次直接冲过去。啊，谢谢小，这是泽吗？小泽是不是？我不确定哦，念错你可以纠正我哦。缺两个，这时候没有那么紧急哦，你就算了吧，放过他吧。因为紧急的时候你要开路西法新珠来补血，所以路西法我不会乱开啦，因为我这边有两只，所以我可以随便开，停一波都 OK 啊。这边稍微想一下，你要有耐心，嘿，要有耐心。嘿，这个左边那个新珠救不了，少转一颗无所谓啊。我要强化光哈，我都在等路西法有没有跳起来。新珠最好是五颗再来消，来光珠啊，够不着。然后这一队你一次过就过了，懂吗？一次过就过了，因为你重点是要解成就，成就不好解，这个一次打过就给他过了。不要用别队打了三四个小时还打不过，那边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要浪费你的石头啊，这样讲比较快啊。过来。两光啊，两光啊！得住，没有路西法啊，那有点威力会有差哦。
你连路西法都没有，代表你的你应该算是比较新的玩家，或者你卡牌还不够力的，这个关卡不太适合你解成就。我是讲真的哦，因为它关卡设计过了 ，MH 都是这样啊。你没有一个程度的人得到这张卡片，你也没办法用啊，没办法驾驭它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。过来，再一个啊，少一康，贝利就有差了。对，因为路西法算是非常非常旧的一张卡了，你没有代表真的是应该是你要么新玩家，要么你卡牌的那个不太够。哇，缺呢哦，缺很大呢哦。哇，缺新珠呢哦！欸，小心哦，他开始要玩我了，小心咯。看那个缺珠的样子，就是一副想要玩平民百姓的感觉。我个人觉得是，这时候转。个人建议啊，这时候转。我不想要让那个珠子太多在那边烦我。哎，右边那个暗珠是怎样啊？按键里哦，不能说他被歧视啊，因为他太强了。比较强的卡牌，他有些时候会故意不让你有练级卡，他是故意的。哎，德牧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神预测有没有呢？哇操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最好这样一直玩我啊，观众都在看哦，不要太明显哦。太明显会被发现哦。双光有雨流巴斯过的，可以全神分开解。这张卡有必要刷满吗？我会想刷满，可是我觉得关卡有点难，懂我意思吗？刚回过没卡，没办法，因为如果缺太多卡牌，没办法。CD 值增加下来 2.5 倍而已，不要小看，这张卡很好用，相信我。因为伊邪那美是不是？是不是同名啊？跟弹珠那张同名的。你用的频率拿来算这张水，你就知道这张卡我如果好刷的话，我会把它刷到满。问题不是很好刷，问题是这样啊。哎呀喂，好，两颗没消到。你用纳奇队刷满了，纳奇还算 OK 啦，只要那个铁扇那时候不要爆得太离谱就好了。有耐心一点哈，这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哈。没耐心就要 GG 了哈。哎，怎么有这？怎么会有个新珠？天降消掉了。运气不错啊，运气不错。哎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对啊，因为这个你每一步都要想，他在磨你的耐性啊。没耐性的人想要一波带走也是可以的。看一下，我想想看哦。我急着现在开吗？其实大圣是可以直接开啦，因为昨天我也都是这样玩的。靠，大声开个屁啊！你没有强化腐蚀啊！干，真是有个蠢的。
被我跌到了。哎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。怎么整场都在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？你有没有实力一点的部分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嘞？就有的时候会告诉你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少下一个了。不是，少下两个。有过折腾人的关卡哦，这一关水珠消不掉哈、哦。新珠啊，过来哦，这个甩珠啊，阿尼阿威。有大圣有技能有跳的话。想一波带走就用大圣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不建议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你管我啊你！哦，因为路西法哦，你看我常驻还可以破防，哦，6000多的伤害哦，他这两只都会跟着继承下去，各种手残乱打也是两只就够了。对啊，真的、啊、大圣盾很好过啊，其他队你会玩到我会楼子啊，我讲真的会玩到楼子，还踢笑，没看到完全没有想要识别队，什么光神的有没有，完全没有想要识。因为别队不好打也不稳啊。哦，稳的也差不了多少了，也是要磨一下下了。还不能破是不是？上来啊，那个新珠怎么回事啊？就小小的失误嘛，血哦血哦血哦，哎、欸、，water water， 破你的防啊！走吧，锵锵咔，听锵咔锵。木转心，所以木是最没有用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只有四颗也还好哎、欸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有人开始在刷了。哎呀呀呀呀，有人开始在刷了。哎呀，一波七啊！玄冥灵量啊，玄冥灵量第二波啊，啊，两回神魔最大功啊，你这根本没有名字啊，神族十连啪啪啪，神灯一抽入魂，百姓啊，啊，什么金能杀喜锅？难道是传说中的三 combo 寒天降四 combo 吗？我想应该是如此的，没有错，应该是如此。我看到那一波气啊。锵锵锵锵！六 combo 七八停，十 combo 停，十一 combo 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老人切啊啊，正所谓这个哈、啊，人在糗啊，这个啊，人在来，我来讲一下，好吧？这个所谓老人要喝茶哈、哦，一滴一滴滴有没有？九八七啊，算过了，九百七我啦，九百七我啦，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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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k 的 kk 的 k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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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哦，一口气喘不过来哦，九百七我的鬼啊，你们怎么可能过不了？算过啦，那龙科分数我算过啦，算过啦，啊，三只天照，全火神族追打2000万，是不是？啊。零两神灯零两就没啥用了，这波气等了45分钟，稳稳的嘛，稳稳的，我不想要太快死掉。我、哦、来口气差点，嗯嗯，我龙科没有拿，哦有，我想说龙科没拿到嘞，对吧、啊？十一吸，我哪知道？我想说两复数的就好了、啊，他一直给我天降，哦，所以我刚是用3倍在打的、哦，不是5倍哦，我刚是3倍哦。
三杯都打他歪掉了啊，是不是？神灯吃两鸟值得，是看 OK 啦，看看个人喜好啦，给各位看一下我的神灯有没有？给各位看一下我的神灯啊。博弈队全光全神很轻松哈，有没有？又一个王，那个是谁 ？Allen 他提供的博弈队哈，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哎，路西法复刻会再回来玩，路西法一定要刷啦，因为连路西法都打不过，更不要说这个关卡了。给各位看一下哈，我刚说什么？派克啊，那个。我刚说什么？一支329，最大五下，3000多万人，都要超过了。这是地狱拿龙科吃屎，有要拿到，就是要就是拿，没解到有啊，这另外一张号，陈太郎通关的，解哦，所以是解没错。水火德鲁一，水火德鲁一推荐先解放谁？水的吧，火都不知道哎，水因为我解强化盾好用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对，看一下我的神灯了，想起来。看一下我的神灯，那灯灯灯灯灯啊，嗯，对啊，一抽入文之后就一直抽到了。地狱看到一堆技术好吗？水对过的妖怪哦，对啊，这神转珠啊，我不是啊，我三到五年啊，拍谁哦？哎呀、啊，不过不好意思哦，我过了，耶嘿嘿嘿，三到五啊，我可以，你们就可以，这是关键。哎、欸，我都没神转珠啊，哎呀、啊，我看神转珠哦，你小许啊，小许神转珠啊，对啊，那小许可以去看，对，三神转珠就看小许台，对，但啊，切双视窗啊，对吧、啊？左边看。神转珠，右边看平民转珠，刚好，哎，中间再配个宵夜，哦，舒服啊！没一定的卡技术再好也是垃圾哦。嗯，反过来讲嘛，就是没有一定的技术，再好的卡，我也可以过、哦。哈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好多灵魂，对啊，我可以，你们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我可以通关的关卡，你们就可以过了。真的，因为我三到五combo都过了，你们基本上我看观众大概来人家讲都六combo起跳啊，应该问题不大、啊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那有些人缺很多卡，因为连路西法都没有，连路西法都没有，你很多地狱应该是打不过哎、欸，你代表你路西法没打过，因为他复刻好多次、欸，代表路西法没打过，那现在要打这个关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是有设计过的。因为后面的关卡你要前面的卡来打，这样像是有，但是如果前面卡都打不过，后面卡也打不过是正常的。赶快让神灯收，因为神灯是许愿来的，有没有？神灯有没有？看下神灯，我们帮他收神有没有？我记得我好像缺一把剑呢。哎，有嘞，有嘞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